luxury SUV， 它承续了由运动为主轴的这个豪华的设计理念。那在型的上面，采取了所谓的 double capsule 的这个理念。那这个 double capsule 的理念，事实上我们是灵感是来自于飞机的内装的灵感，比如说 F111， 还有战略轰炸机的 B1， 所以让驾驶座跟副驾驶座事实上是分开的，并且把你包覆的跟车子是如同一体。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有六个出风口，事实上也经过很详细的流场的分析，所以空气动力学不仅是用在车外，也放在室内，在瞬间，比如说几秒里面，会达到整个冷房效果最好。仪表它本身它是一个很看起来很精密的感觉，并且是有深也有凹的地方，它是有多曲面的，那都会造成一种视觉上的乐趣。然后从它颜色的表现上面，黑跟很大胆的用驼色，让你会想到是蛮 sporty 的感觉。运动最主要的就是说比较人车一体让车子驾驶起来像运动员一样，然后自己本身也属于运动员的一部分。它是以 sporty 为起点，因为这个 sporty 这个字它会 fit 我们客户群的描述然后来做的一个 luxury， 所以这是我们 Luxion 对这一部车的 luxury 的诠释，而不是只有一些标签化的东西而已。